皇，怎么会这样？其实我早就应该告诉你了，这段时间在静穷谷陪着你那个娥皇是白骨翼，他不敢面对你，又害怕给你造成压力，所以他把静穷花瓣放入香炉之中，给你造成幻象，让你误以为陪在身边的那个人是我。而如今这幻象被鲜血给洗掉了，所以你自然看到了真相。禁止入内。我睁开你们的眼睛看看啊，玄机门的大方掌门是闲杂人等吗？啊，给我让开，给我让开。
你想干嘛？你还是我之前认识的那个余云奇吗？我还想着你会什么时候问呢。余音呢、啊、你仔细看清楚了，我就是余英奇，这才是我原本的样子。守护者的记忆会随着守护者之力代代相传，我是第48代守护者，所以我拥有这48代守护者全部的记忆。这千百年来，守护者的肉身虽各不相同，但他们的灵魂却一直都是同一个人，一个活了千百年的人。这样的话，那之前在小村村里的那个云奇都是假的吗？那也是我。守护者本就没有七情六欲，可我8岁那年触碰赤魂时被我父亲阻止，让我丧失了我的守护者之力，所以才变成了那个没用的样子。不过说来我要感谢你，那日在苍虚，是你体内觉醒的赤魂石让我恢复了我的守护者之力，如今的我才是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余英奇。是吗？你之前跟我说过的，你说你是不会变的。是啊，我是变了。那你呢？你难道就只是那个余英男吗？你跟我说实话，你究竟是谁？